精彩的综艺大集合，现在开始。欢迎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，新闻要主力上大台。久没来了，这里是呢，屏东的九如乡啊，九如啊，今天同学想不想赚奖金？好，我们校一锤往前走，马上进行，我是当地失一半人。摆好了，马上就道具摆好了，先来，开放给观众朋友来，来欢迎。这个同学是不是参加做项目了？啊，当力士哦，对，但可以 ，OK 了 ，OK 啊，你是以前练标枪的，哎，标枪的话，多少臂力，手力有，你的记录是几公尺？三十九，三十九的距离怎么样？三十九是在什么时候？国中还是高中？国中的时候，那算很远。你知道当兵我们还测一个什么？手榴弹，手榴弹。哦，三十九很远嘞。对啊，我们最起码丢个四五十公尺没问题嘛。你丢四五十？我以前投手啊。你投手？你讲啊！哎，那个是重量难不好投远。汽油弹那拔叉烧对不对？对，丢掉。前方。这就快了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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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不用往前趴吧，就原地趴而已。好像原地。是，我是做一个动作而已。做一个动作。有时候天兵会把那个有没有把叉烧掉，手榴弹丢后面。记错了吧？那是你大头兵电影的内容吧？啊，对对，大头兵，但是实际上也碰过啊，对。这么天兵，那个标枪有没有往后丢过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往后丢？没有啊，太重了，他在。哎，后来为什么不丢标枪？后来要读书了。哦，要念书了哈。对对，那您是什么队？我是田径。田径队，对，您是100、200、800、1000。800、1000接力赛吗？对，就一个人跑完。一个人跑完，好孤独哦。对，800、1000，我是大概成绩在2000。不用问，不需要问，不要问，你快点。给人家看，还没请教名字。我叫黄以之。黄以之啊，对，你呢？我叫人鱼。人鱼啊，对，美人，他姓美啊，他姓美哦，美人鱼。人鱼的真的叫美人鱼吗？对啊，是真的吗？没有啦，姓叶。你姓叶？对，叶啊。哦，这叫叶美人鱼啊。没有没有美吗？请你认真一点好吗？认真好不好？不认真的叶什么？叶人鱼。叶人鱼。人鱼就对了，人鱼公主啦，你是篮球队，篮球队，篮球队，我怎么说你大名？他叫篮球，他姓蓝啊，有人姓蓝啊，有人姓蓝，你叫蓝什么？我叫蓝庆文啊，你叫蓝什么？篮球队，篮球队，有啦有他的名字啦，不要开玩笑，叫什么名字？刚我叫人庆文。哦，不是这里人，你不是台湾人，不是台湾人，你交换学生，对，外学生，哪里来的？我蒙古来的，哦，蒙古厉害的就是脚力，脚力嘛，脚力，对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，厉害。多久没回去？我刚回来就一个月，对，刚过来一个月，一个月，对对对，大名是罗雅轩，罗雅轩，从哪里来？我是屏东人，屏东啊，在地九如吗？旁边一点点，石鹅，长治啊，长治啊，哎，您有事吗？哦，你也来，我也是参赛者，你也参赛者，很棒啊，住哪里？哪里来？住基隆，基隆啊，基隆五个人啊，你要来，正义，正义可以的，我也。生意不错啊，不错，六个，六位，多少奖金？六个冠军奖金就5000了。六位女力士要来角逐冠军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超级当力士。来啊，已知啊，哈，来，预备，射标枪喽，加油，加油，很容易在后面那边就掉下来，容易在后面那边就掉下来。记得吗？他一出来，我说你是不是参加错项目了？
他说没有啊，我以前标枪的。对啊，你看整个就沉下去了。对啊，刚刚说没有人丢手榴弹，他丢成这样，他就是丢成这样，怎么回事？指环粉母太多了。指环啊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我再给你，不要再搞笑了，再一次哈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效果了哈。你当他，你伸得太外面了。你的摆荡太大会太重啊！对，你们把你力量先出去再说。对对对，以计算来讲，你手的这个力量会挺不过你身体的力量。对对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拉撑一点啊，拉撑紧一点。是，他本来是撑的，就被他拉就松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现在重新调整一下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来请就位。你要你喷什么粉了哈？要沾一点，小心哦。这是抹的，刚抹太多了。一次你还是要小心哦哈，这一次再掉就没了。对啊，不要把我们软垫弄坏了啊。当然就把那个金穗子，要离那个磁铁嘛。对呀、啊，他抓一根毛有什么用？他虽然抓到毛，他几秒？11秒18。第二棒来请就。不好意思，休息一下。加油喽！加油啦！人鱼，人鱼。为什么一定要抓到那个？因为有难度嘛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你要抓的时候还要准备好，如果抓太急会抓不到，所以那会浪费你几秒时间。还是那有一点小距离，如果你有靠着摆荡，你其实是很快可以过去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是说身材虽然壮硕，可是你上去他上他瘦嘛，嗯，他就不会负担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你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在后面的。是吗？可是他弹的力量很大啊。对。但是他也完成了啦，也很厉害了。他弹的力量其实很快啊。他第一个弹跳就已经进步很多了。对对对。好，来接下来第三棒。对对对，描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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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秒0秒。厉害哦！厉害！这位妹妹就算成绩有，她也是11秒。也是11秒了。对。好，曾毅来。曾毅。喂。好，你们代表来台北捷运的实力拿出来。完成它啦！你看摇摇晃晃，我刚刚以为你会晃了晃会掉下来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拼死撑住为了那个钱。手还蛮有力的，真的。你平常有上健身房吗？有。还是说拍写真集那阵子要练？啊，都要都要。对，平时也有在练。拍完那现在还是有在练啊。是我在1周3次吧。对啊。哇哦！你跟刘璇住隔壁嘛是吧？哦，对，隔壁我住淡水，他住南港。我隔壁同一条河啦，就差不多。以前的嘛，两个会那么熟。我们两个都会一起去钓虾钓鱼啊。运动运动运动，钓虾钓鱼。对，我有时候就说，哎，刘雄没有空，走，我们明天去钓鱼。哦，女生也有钓虾钓鱼，那你们是被钓的那一个吧？我们都去钓虾场钓鱼这样子。我觉得他们都去那边那边。对啊，你们很奇怪。其实瓜哥他很会钓虾，你们怎么不约他？对啊，对啊啊！下次一起，下次我很瞎，好了，几秒？18秒53。哎，不错，完成了，谢谢，完成了。第一次玩嘛。好，接下来是外蒙的同学了。
什么没事要去撞墙？他到那边应该才六七秒。对啊，可是他最后去撞墙啊。对，而且他很唯美。太急了，听得懂吗？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太快了。哎呀，慢慢来。可以再一次吗？可以。前面那个失败，对，我也给他再一次啊，也是啦，我觉得他再一次也不会影响到那个冠军，十秒的，因为这一次就看你会撞哪里了。他有一次经验的，应该他有一次经验可能会有好一点的成绩。没关系，如果他有，我们额外给他奖金就好。真的，不要影响那个第一名的啊。来，请就位。再一次。来，污染了，污染了。几秒啊？14秒18。哇，14秒18，也尽力了啊！好，谢谢污染污染。好，接下来第五棒啊，接下来雅仙喽。嗨，这个是蛮刚好的，因为身材比较瘦。对，蛮瘦小的。喂，哎，你就太激动了，没有观众太热情了。不是啊，我一吹水。我吹哨音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有点喊停啊！不是，他以为 B 他说哦，我是不能走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他走，好像是林姐是这样。他可能骑摩托车习惯。你是平常骑摩托车？对对对。对，因为他现在又戴安全帽。那你是平常骑摩托车吗？骑车比较快啊。骑车比较快了，所以他会听到紧张。他差一点点驾照就拿出来了。开始的意思。真的。正要过去推，他就掉下来了。哎呀，你也蛮有力，也撑那么久呢。对啊，他好像在空中环表演，有没有？还会踢一下。他刚一直在踢那个布鲁斯的脸。而且你是今天早上才洗头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为了不是，我刚刚推他，他走过来，发香了。对，所以才知道什么棒球场有发香区。你如果跳舞的话，就是把这一区就是。所以我你真的回答，你是不是早上洗头？我是要看到你啊。你特别来看瓜哥，所以特别把头洗了一遍。不是，我不是。平常没在洗。我刚刚走过来，我闻到。我跟你讲，他不仅你头洗了，他连身体也都洗好了。哎呦！对呀，你别来看瓜哥啊。其实你速度是够快的，但是你那边晃太久了，对吧？他刚刚第一瞬间第一次差一点抓到了。啊，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做不到。对，失败了，失败那一次。应该是没力了哈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我是那个做手机店，海军通讯。海军通讯，海军通讯啊，对，卖手机啊，就这么放海军通讯，海军的军，不能空军不是不可以来的吗？因为我以前是陆军，要想去海军失败，所以我们就叫海军。你也喜欢打比赛？真的，人家讲真的，是真的。哎，你们这个人讲，我说我真的闻到法香才会问这个问题，你们又很怀疑。真的，对，我跟我同学一起啊，对，你以前在陆军当几年？我们是常备6年，六年嘛，然后退休下来，现在在经营海军的手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呀，店名叫你们都听不懂啊，这等一下，海军的手机，那为什么只有海军的手机可以去那边买？不是他，不是啊，就是他陆军退役下，名字同名，他取名叫海军手机行。哦，啊，你写题啊，不写啊，你跳跳，你个跳。6年陆军退役下来，决定开个手机行，取名叫海军。我们刚刚才听得懂。对，他现在正在筹划开民宿，叫空军。原来是这样。对。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子。真的，我有带那个呢，我们的那个自己画的那个招牌，招牌就是那个 Q 版的图。真的。
不是、啊，民宿是吹的啦。那海军是我们的陆军当过是真的啦。真的、啊，我同梯在那边。啊，对不起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休息一下。来干嘛？来，最后一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我们画的。哎哎，等一下。这你画的什么东西？这跟海军通通缉犯没关系啊？这是我们的 Q 版团。这你自己画的？我们请那个认识的画。哦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可爱哦！那为什么有四个人？因为我们还有同事啊一起。哦，都这些同事都是退伍下来的吗？对，我们都是。好可爱哦！所以他那个军是那个军啊。哦，军，民军的军啊，哈，聪明。好，谢谢。也打到广告了哦，没有了，那也为国哎当兵当六年了呢，对，为我为保卫国家了。那接下来是怡芳了，好，最后一位了，很紧张，下一下，下一下，老师，热了，热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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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哇，你人家是法香区，你是异乡区吗？异乡区，异乡区，异乡，异乡区，异乡人。好。不是啊，因为你那边又弹回来。对啊，而且人家是前脚都会前后，你为什么是他不会开？不会开，我知道了，是被他开了。应该是你很可爱。他长得很清秀，可是他的举止都是很滑稽。对对对，很邪心，很搞邪心的。几秒？14秒60。这个夜人语啊，对对对，夜人语不是美人语啊，夜人语。来，我们请到后庄清圣公主是五谷先帝三山国王，三山国王是客家人呐。我小时候也是在苗栗，三山国王常常听到三山国王咩嘛。哦，哎，清圣公啊，清圣公，欢迎陈松宏，还有我们这个还有屏东家的小朋友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在这边呢，都不是假摔，都是真摔，因为太软了啊。这个我们有那个陈松虎陈主委来，请请开。今天那个我们加码奖金的话，由我们的范家福中心的主委是是是范南煌先生啊，还有那个农会总干事。那个龚泰文先生啊，帮我们是是赠品是柠檬的产品哦，好好好，屏东家福中心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姓范，安宏，内地是阮后生出世，啊，即马担任咱屏东教育中心的妇幼主委，啊，伫咱的屏东市嘛是咱的民防，一个屏东分局民防中队的中队长，参与这的公益，啊，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呐。啊，我在地自做囡仔，我六岁就开始看护，啊，甲一直到大汉，啊，就拿伫在地，啊，经营牧场、饲猪，啊，做饲料，啊，真欢喜。今仔日咱瓜哥啊，甲这的俊男啊，啊，这美女明星，甲有阮这的有情有义，阮这的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大会都放舞啊，都对。大会都看舞啊，这细汉。啊，你有读册无？我有读册啊。啊，一边读一边放舞，都对。当然是。所以你读册嘛是放舞班，都对。放舞班。对啊，辛苦辛苦。看舞哎，啊边上学。是是是，那个就是知道生活苦，赚钱不容易。那个时候，所以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他也现在照顾社会弱势啊，对不对？谢谢啊，你爱心啊，你也是你这个工业，人拢讲我的专业是做工业，我的副业才是市场。啊，所以讲我哩，咱的本庄的庄内，那有啥物代志？真还有代志，安龙有就是我的代志。哦，安尼，哦，我是讲自己的代志啊。哈哈哈！哪个有代志，就是伊有代志。对对，伊的代志啊。像今天你特别来出钱又出力。感谢啦，感谢。总干事他是泰国来的，所以会讲泰文呐。哎呦，真的，龚泰文，没有错。他龚泰文，我是九香龙会的总干事龚泰文哈。请问你是龚什么？龚泰文，他是龚泰文，龚他龚泰文。龚泰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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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代表哦，做伙看阮的产品。啊，这礼盒哦，真好，咱用有机的雷蒙，这些这个全国所创哦，啊，免常温的，再用。啊，保鲜啦！你让柠檬给我，真的，啊，够好吃的啦！除了喝来柠檬的，柠檬是对身体非常好，对整颗柠檬去烘干，去烘干，哎，对，去烘干之后来研磨。那九如香浓味啊，今年刚好满100年，我们也赠送了这个百年浓味的袋子给我们的观众哈。啊，可以当我们节目的活动啊，一起来分享。这个九如是柠檬的故乡，是。那九如香浓味总干事也注册了九如柠檬啊，这个地标哦，以后九如香柠檬就是九如香浓味，所以属于九如香人的共同来推广，这是我们的经济作物。OK， 来，好，接下来呢颁奖了哈，来来来，我们刚刚第一名的人鱼，人鱼，来来来，人鱼颁奖。贵宾，请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休息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既然女生组进行完了，男生也要进行。男生 PK 一下 ，PK 一下。男同学，然后男生难度比较高一点的，男同学来请这边。哇，就是，哇，这个黑豹啊，厉害哦。这是你们的戏服。啊，戏服，戏服，戏服啊！什么戏？什么戏？什么？运动与休闲管理系。运动与休闲管理，为什么用黑豹呢？要问一下会长。好好好，会长设计的。大名叫吴大名叫。吴宇豪。吴宇豪。宇豪，这是屏东不一样的学校。在屏东大学，在美和嘛。美和。对，美和。美和屏东大学，您的专攻？我是一般生，就是我是考试进来的。是是。但是我现在是排球队。排球队。那你学校专学的是什么？学校就是可能有师资，就是可能偏体育老师啊那种方面。听说很会跳舞，真的吗 ？B-boy。B-boy 呀，这怎么跳？对，这个他的心愿是跟兰博老师 battle 啊，他里面有地板怎么跳？这个这样可以吗？我们输的人要垫底一侧，来，马上的来了，可以让你好好秀一下，同学可以，同学可以秀。哪一个眼睛看到我躲了吗？我躲了吗？我只是没有躲好。排球队的为什么会跳舞啊？以前跳这个，因为高中就玩社团哦，热舞社。那你现在到大学很寂寞，就你一个人在跳啊？没有啊，大学还是有很多其他人也都是会跳舞啊，就那大学有这个热舞社团吗？一样是有的，你也加进去。但是你现在专长是排球。我现在是学校排球队了，而且学校排球队，他说扣杀得分之后，他就很厉害。因为那个地板，确实是蛮有帮助的。有嘛？有时候在跌倒啊怎样的时候，对呀，我觉得地板比这舒服多了，舒服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第二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还有呢？下一位大名是林志成，他现在都很害怕，应该不会 breaking 了吧？好，应该不会了哈，不是，他们很害怕，不要叫我跳舞啊。你在学专长什么？撑杆跳，撑杆跳，撑杆跳。
干掉。你现在就是把这里飞过去又五千了。想象着我们场地要你要弄出人命啊！我只是要你侧边做准备的动作哦。那观众们，撑杆跳怎么做的？来，一二三就好了，动作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你要站得了。你问拿杆子怎么准备？哦，标准标准标准。来，哦，各位各位，他是拿到底部。这样吧，我们目标那边过来。好，换边了换边了。我们跳那边的话，你要准备什么？那摄影师才知道你。哎，撑杆跳的标准动作，持杆。对，哦，持杆有位有位好。那这样这时候这样拿对不对？对对。准备动作是什么？就这样。准备。对对对，这样。然后你啊啪啪啪啪，这样就准备。可是我每次看撑杆跳，要很准戳到前面的洞，那个要练吧。对，没人只要举杆正，正常的话就。会不会有人没有戳到那个洞？有。没有戳到是？你有过？对啊，就弹出去。那会摔得很惨吧？不会，因为他跑跑跑要插到那个洞。对啊。拉起来需要。所以在这么紧急时间要插到那个洞，万一没插到，好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就很他说曾经没插过，他弹出去了，弹出去。那出国比赛怎么办？要自己带？对，会自己带。啊，没有。飞机可以载，他要专申请，他要专属啊，不然他出去比赛不能用别人杆，所以这些常识你们都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知道之前的新闻是整批没带嘛，然后结果他们出国的时候没有杆子了，对啊，那怎么办？就用牙签。他那时候就是被骂了，结果后来是对手很有运动功夫，借他这样，哦，借给他就可以，借他的得到很好的成绩，不是习惯的。所以我刚刚就问一个专业说，出国这么长怎么办？不能。伸缩吗？不行，那个也会断掉，危险啊，危险。所以整这个长到底多长？正常。你使用的，你使用的正常的17到16尺，16尺，16尺，一尺0.33，这个大概多少？大概是米多，这个应该没5尺，5尺左右吧。你骂人啊！这杆子5尺哦，它16尺等于一倍的一倍，三倍长啊，对不对？再更多哦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太短了跳不过去啊，就是。而且这个没有灯太重了吧？好，谢谢谢谢你介绍，哇，介绍很详尽。学生身材看起来很猛，很猛。可以请问一下最佳成绩的？最佳成绩是5米2怎么样？台湾的田径历年来撑杆跳这个项目第10名，对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！哎，对手，对手，哎，名字还没讲了，哎，林志成，林志继行吗？继行啊，来，你是海军学校？刚刚那个海军通讯的同事，通讯，一看就是海事的。那大名是陈建成，陈建成哦，好，就四个是啊，对，我们现在几个？1、2、3，我们可以站出来一点，来，肯纳，来，肯纳来，郑南中，南中，对啊，你们两个加进去吗？对，我们两个，是，对，有自信。你以前学的什么？你说大学吗？我是念那个国际企业管理。国际企业管理，对。可是外国人都喜欢运动。对啊。对，我运动就是我自己喜欢练那种瑜伽或街头健身，类似那样。街头健身，类似，那也算嘛，对不对？算。上次一鸣惊人啊，在那个台中还是哪里？啊，台中啊，对啊，卡呼拉圈，表现不错嘛，表现不错嘛，自己都吓到啊。我昨天才刚恢复，所以今天可以来。表现不错，准备好了。南中要加油了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你今天对手都非常强，对，我会尽力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嘛，六一样啊，冠军是5000嘛，冠军5000哦，六位一共5000块，来请就位。好，来第一棒啊，是宇航，加油，今天也是身材很不错。因为今天这个场地啊，脚碰地是很正常，身高高嘛。太高了，我们等一下要不要拉高一点？哎，为什么中间会一直不动啊？哎，又变滑的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真的，一个节奏不对就没办法启动，鬼踢掉掉，哎，几秒？11秒43，11.43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宇豪。来，接下第二棒啊，来预备，好，他太矮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到脚，但是很轻啊。对啊，整个核心很好哎。对对对对，让身体全部都在空中。来几秒？六秒四零。哇！该你的了，冠军的冠。该你的了，后面还有人抢到。来下面一个，下面一个，你看他全身肌肉，你看。哎呦，你看他大腿，那股四头肌。志成的记性啊，来预备，不要被影响了，轻盈快，有有可以有机会，哎呀，脚要踢上，又抓不到，哎呀，好可怜呀，刚刚好想比较保守一点哦，他被我们呐。完全的掀起了你低改头来的，掀起你的 T 恤来，那就完蛋了。都是你害的，害他整个都软掉。对，我们不哦，哪有？没有抓准方向不对就完蛋了。对对对，几秒？十二、十四、一三、一四、一三、一四、三秒一四、一生一世啊！一生一世，又靠自己了。告白。好，来接下来。建成延平北路三段第九巷建成中医诊所。喂，他们在碰碰。来，建成来一位。通讯行哥。没有带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国中又点到重，很久没运动了哈，等跟年轻人在一起玩有压力，非常的沉嘛，对，非常沉，下面差一点，对，你还当兵当了六年了，哎，没有，我没有当，你没有当，你没当兵，我们不同啊，哦，不同哦，只是朋友而已，对，也是同事这样，是是，对，好吧，那没完成，没有完成，谢谢，谢谢，哎呦，男中，期待，正男中来，男中，比个耶，来加油，比个耶，加油一下嘛，还是你要。哎，你不要出去，你转过来。耶，加油！擦那个是有擦的哦，擦你说擦那个粉啊，擦哪个粉？紫花粉啊。他在这边放香秀丽抓双环，然后马上，而且他抓到的时候已经快掉了，对，就是这样了。这个偏难啊，这样子，这个比较抓，不是这样抓，转过来。哎，成功是很好看，对，失败就很丑了，对，所以成功才敢讲到，不容易耶。他这个是赌博，赌博是赌博，因为面对他六秒太猛了，六秒太难了，应该是五秒多了，来请说。六秒四零，比较远，比较慢，对，比较慢。可那该你了哈。我现在情绪很复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分数太好了，我突然没有压力了。哦，你还是要加油了，突然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。耶，好吃了。不输呢，有接近，有接近，接近，嗯，我觉得我有可能输，因为他直接下来那个可能就快，因为你很快啊，因为男中是六秒零九，你要赢几乎已经要完美了啦，要真的要完美的才会赢，对，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了，有机会，五秒，六秒，那就没了，对，一四，一样，他们输了，太好了。所以整个比赛，整个比赛下来是男中，男中获胜。男中，想说我们那么久没来了，哎，所以想说可不可以分
刚刚那个冠。那你拿到钱你再分嘛。拿到钱再说吧。OK， 好。那这样，来陈松宏主委以及我们范安煌主委。谢谢，谢谢哈。不麻烦你啊，这是男生组的啦哈。啊，今天瓜哥哈来告假哈。啊，咱等一下哈，我们颁奖颁完，嘛是要那个送瓜哥，恁终于大吉了，一个礼物啊，送大一家了。哎，我们先来颁给他，那你再。哇，厉害哦！你最后男女你颁给5000块了，这个5000。来颁奖，正男中你要颁给谁？颁给我自己。啊，对，我自己是分3000。好好，2000想给刚才第一名，来第一名同学。想说我们那么久，分享一下，谢谢。很快，然后谢谢主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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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，好，主委，这个有什么礼物要送给大集合的呢？咱送给大集合来到咱后庄几宝地，嗯，啊，咱吼来准备三门的礼炮，啊，来送哦咱的这个团队，安尼，啊，因为人遮济吼，啊，要放可能也无方便放，啊，无咱来用环保的。环保的礼炮，哦，啊是只吼，咱的环保礼炮啦吼，来咱第一门啦吼，来祝贺咱瓜哥宏图大展。哇塞，哇塞，大家要蹦啊！好了，再次，好厉害哦！要一起蹦，要蹦啊！有三门礼炮，第一门是来第一门礼炮，咱祝瓜哥会当宏图大展。啊，放第一炮了，嗨！第二门礼炮，咱来祝咱这个综艺大集合会当长长久久。第三门礼炮，祝阮的后庄会当增温昌隆。来预备第三门。清圣公主寺三山国王及五谷先帝，相传是由许姓仙人自大陆带香火来后庄，成为当地民众的精神寄托。接下来进行疯狂的轮流转，已经叫风水轮流转，今天要比较疯狂一点，就是您前面戴的眼罩开始晃起来的时候呢，我说疯狂起来，音乐一放就要跳了。邓颖来，怡芳、姚敏、新恩信四个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现在不戴眼罩，你们先找球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我喊疯狂起来的时候，音乐一动，你们就要跳，不跳的马上就开除了哈。可以。预备，动起来。你们现在是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待会呢，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动起来，音乐。要动，要动。这个没跳就很惨了，这个就完蛋，要跳起来。好，有可能就撞破了哈。对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来眼罩戴起来，嗨。来，安全帽也戴起来。好，你们动起来。前后跳了，前后跳了。还没跳哦。最危险的，碰到没破，摩擦你没破，后来改变轨道了，很厉害，来压你，压你，会恐惧，会恐惧吗？会恐惧吗？好可怕！可是你有勇敢在跳舞，对，四个都很标准，现在三个了哈，来，对，三个淘汰一个哈，先不动，摇，你不要摇。我不是故意的啊，我也算不准的啊，这个算不了啊，没还你坐好坐好，对啊，不是太热了，他们可以失误一次，我们也可以失误一次，天气很热，来一位，外面一点，来前后，不要先不要跳了哈，来了来了。你走了，不会用嘛？对，还
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，拉外面一点就好了。拉前面。天气有点热，我们清凉一下。预备，听噪音，听噪音，要先不要动啊哈，来，头摇着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不要故意，你不要故意。接下来两位了，两位了，直线更疯狂，赢的两千，赢的两千，来来来，嘿，先摇哦，我说跳才跳哦，因为这个可能摇起来，不小心摇了哟，太摇起来，摇起来，摇起来，闪过闪过，闪过闪过，从后面打，还没跳啊。因为两个都公平嘛，两个都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啊，你运气真的很好。来，静怡啊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来来来，接下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长辈来玩。那欢迎朋友来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好。啊，你是来抢物件过来上游戏？哎呦，快点快点，哎，这个地方习惯是每个人要叫叫吃的吗？真的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但是这一碗是特别请胡瓜哥哥吃的。对，胡瓜哥哥，这是什么？香菇肉羹哦，香菇肉羹哦，好像没有肉，没有香菇肉羹，没有肉，香菇羹只有香菇啦，没有肉羹，没有肉，哇，那没有肉哦，对啊，没有香菇了，对啊，香菇羹啊，有啊，就是羹嘛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它是用肉做的肉羹，可是我吃起来很像那个鱼啊，鱼浆做的，鱼浆啊，还有肉羹啊，两种啊，就腌，对啊对啊对啊，那你家己煮的哦，对啊，我的你那边也是煮的，我那边我到底去啊，哦。鸡排就是我家做的。哦，鸡排是鸡，棒棒棒棒，太入味了。一旁你来跪端盘，三分钟就吃了了。来，对，再来吃。啊，对啊。今天啊，你先等你煮。我过来。谢谢谢。啊，对。你过来吃，不得了。不，一起盖小街，不是要送的啦。是吗？无啦。啊，你要送。我送。人要来送游戏，你搁挂人等看嘛，反正。啊，人要叫你等，你就要等伊。没有。没有。我呀，我可以打。欺负你！这个藤头那家丁啊，啊，我熬住啊，熬住啦。那个萝卜的甜味，那个肉根哦，甜味。这几碗爱吃饱不？我炸。哦，太了。给你啊，因为它肉根里面没有肉。太阳，太阳，你贵谁？我姓 Money。Money 啊！真的，他再来泡板叫 Money。你姓钱哦，哦是真的姓钱的，你姓钱，对啊，啊你当姓啥？钱，你当姓钱，你也姓钱，对，钱，不是你本身，你本身到底姓林呐？你本身是姓啥啦？方木林呐。啊，你都是钱木林啦，所以他的冠夫姓叫钱双木林呐。对啊对啊，双木林，钱双木林，姓双啊。这样看我，姓双钱，姓钱叫林双木了哈。啊，林双木啦，没有啦，钱林秋明啦。阿弥陀佛，现在双木对啊，七五年，我叫你林双木。真的奇怪。赞赞赞，夜间住掉后，谢谢。夜间白吃了后，我讲，我先等你住，谢谢。我第二嘛，好门子，这拢你姊妹啊？对，哎，我们叫妈妈叫妈妈叫七爷，啊，你也姓钱呐？没有，我姓王，姓王，王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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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叫的王啊，王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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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有代沟，唔休假的对啊，王叔叔的，阿妈嘛也生，阿妈阿妈，你贵姓？啊，我姓阿，姓阿，阿啊，一个姓阿，一个姓汪，一个姓。我又钱又旺，
没有，通常是四位一起啊，少一位，少一个啊，那你找我，对吧？哇，我讲你话，这个，等一下可以，哎，这个吃人嘴，嘴软嘛，啊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嘛，对对，你们只要不觉得我欺负你们就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好，那我们一起玩，好，四位，这个像不像老爷在后宫花园玩？ 那你如果这样玩的话，你会开心吗？不对，啊，没有办法，没办法，怕你输。啊，那怕你输。他们会说老爷，我在这，然后你往另外一边跑。对对对。来，试试看。好，来请坐，请坐。那今晚是要升正常版，还是疯狂版呢？疯狂。疯狂。你会疯狂吗？会啊。你会疯狂吗？ 我比较不会。要提SER。不是。哎呦哎呦！这位姐姐说疯狂，如果没疯狂会被抬出去哦。你们讲好哦，你们讲。不是，我们现在不要戴眼罩，先疯狂一次。假装假装哎。如果不行就淘汰了，不用玩了嘛。好来来来来，对，你先不要戴哦，我们先练习一下。不要浪费我们时间，炸鸡来比较快。好来，预备。来哟。 你怎么了？这位阿姨，你确实是没有站起来动，对，一定嘛，你没有站起来，不够疯狂。等一下那个之外，我椅子怎么会变这样？啊，你刚才跚我一起，体重不对，体重不对，我跟你换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来了吧，好，来喽，好来，请戴上眼镜，姐姐眼镜，哎，要戴眼镜，哎，要戴眼镜，好来，疯狂轮流撞，来动起来，动起来。 他动作很大，他已经坐到椅子倒在你身上了。然后我说怎么今天球那么重？好了，说他在等音乐，怎么还不来？对啊，因为还没疯狂啊。我要疯了啦！你要疯了，他要喊疯狂才会有音乐。啊，没有喊疯狂怎么会有音乐？一开始是前后前后，这一次快一点，快一点啦！
这个那就要剩两个 PK 直线对决啊！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好，最后2000哦，预备，晃起来，先晃，左右，左右，哎，对，要动，要动，哎，左右，左右，身体不能往前倾哦，好，来啊。姐姐，你从头到尾都这样子，都趴在下面，没有起来的意思呢。没关系，其实两个都有优点，我们一人1000好了。好了，好，公平，要颁。好，这阶段我们有请我们的陈建志总干事。陈建志，来，总干事要不讲几句话呢？啊，咱非常感谢咱民视胡瓜大哥哦，所率领的综艺大集合哦，啊来咱清盛宫录影，啊，有咱九如后庄这个所在哦，予咱全国的观众拢总知影讲，有咱九如后庄这个所在啦吼，啊，咱九如后庄这个所在就特色就是咱的泰国虾，哦，泰国虾，哎，咱泰国虾是咱伫咱屏北地区。咱后庄是算是足济啦，哦啊呢，啊非常感谢啊，再次感谢，谢谢啊。他们这里还有很多毛豆啊，刚刚我们毛豆是好东西啊，对，那这个是由我们，我是刚刚那个海军通讯的卖手机的同学，同学赞助，你也来赞助啊，加码的加码，干脆领钱了，刚好就领钱，谢谢。先第一阶段加码嘛，第二阶段再请到来。好啊，我们就先处理女艺人嘛。就2000，妈妈们嘛，来，妈先帮妈妈好了，1人1000嘛，妈妈就1人1000，1人1000，谢谢。那个女艺人是曾毅，我建议你啊，你拿2000、1000给那个妈妈好了，是获赠2000了，那1000颁给妈妈，谢谢哈，谢，现在赶快安心回去炸鸡块啊。先谢谢各位贵宾，待会第二阶段再请你们坐。谢谢，哇，这个马上我们也要照顾长辈嘛。啊，刚刚也是我们在爹啊。还有更年长的。还有。热情。这么热情观众。你好。六。啊，你贵姓？我姓詹。詹哦。詹天佑的詹嘛，不是我自己是姓范。哦，范哦，范是客家大姓哎，对，他家乡哎，你还搞你啊？他搞你呢。哦，那你先生姓詹？来，先张这个姓张总，总啊，工厂张啊，对，先生姓张，他姓范，哎，你为什么那么熟悉？哎，这是我奶奶。啊。你是啊，嘉伟的阿嬷对吧？对，嘉伟阿嬷，难怪嘉伟姓张嘛。哦，难怪他一进来就拥抱嘉伟。哦，所以奶奶在这边当庙公。是啊。几多岁？哎呀，87岁。87岁啊！哇，身体非常硬朗啊。他住在屏东。你住屏东？住屏东。这屏东是今天特别来见你们大家。哦，阿妈好，阿妈好，你跟阿妈好好玩游戏。阿妈玩游戏啊，阿妈也要玩这个。阿妈现在就是，阿妈不用戴眼罩啊。哦，是吗？对，不用戴眼罩。对，但是要戴安全帽。要戴安全帽。那阿妈请坐呀。哎，阿妈坐是不是？对。阿妈坐吗？阿妈坐好。站好吗？阿妈在，你会左右晃吗？你会左右吗？会啊，那你先试试看吧，来，试试看，左右晃。哦，这样很危险哦。不行啦，没人走了。这样晃好像球还是会打到他。好像很危险，而且他看不到后面啊，这样你会打到他啊，不行啦。啊，阿妈，那个那
个，我帮你争取奖金好不好？阿妈今天来是来阿妈请柬。啊，来来来。阿妈不玩游戏，但今天她是来。阿妈，你今天是来看看我们了？看，看来看我的，因为我就在屏东树来，这里很近嘛。哦，屏东树也很近，来看我们的。今天很近啊。是你自己骑车来啊，还是？我女儿坐车来的啦。他姑姑还有姑姑开车。爸爸也来了。啊，你爸爸也来。爸爸也有。啊，你好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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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是家伟的爸爸啊。对。你好。你好你好，佳佳好。很像。很像日本电影明星哎。哇。是有点像。有点像。你有阿妮蒂的感觉对不对？这是阿姨啊。哎，对，姑姑，姑姑说是她的妹妹，爸爸的妹妹，对对对对对。是你多久回来看家里一次？哦，我都是一年才回来一两次。一年回来一次，对对对。八点档太忙了啦，哎呀，都在工作啊，平常比较。你床赚了吗？一年赚了200斤。哎，阿妈讲话最实在，一年回来两次。啊，那真的。床头比都头一吹毛。哦，阿妈说常常打电话呢，她就装睡觉。我在睡觉。他说：“好的。”现在阿妈不太敢讲客家话，因为我跟乱翻啊。阿妈因为她都太早起床，她就是凌晨5点的那一种。对啊，我们拍戏都半夜，阿菊已经在睡。这个话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你的乡下长辈接到台北啊，我们生活根本不同调。对。他很早起床，你还在睡。对对。当你要出门工作，他已经要睡完了。对。是啊，所以见不到面啊，很珍惜啊。那跟爸爸呢，多久见一次？跟爸爸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呐，对，但因为我跟他是因为20年没有见了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你现在是上节目，你不能乱讲。为什么20年？什么意思？爸爸真的啦，其实跟爸爸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就是我20岁的时候才见到他啊，因为他跟妈妈就是分开的之后，我在我1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，然后我就都没有见过他。所以这是阿嬷，不是外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奶奶，奶奶，娘娘赖没？奶奶，儿子嘛，那女儿嘛，对不对？这你是孙女嘛？哦，所以小时候那应该跟阿嬷住啊。啊，小时候是跟妈妈。哦。因为他们离异之后，妈妈会吃醋，所以就把我藏起来，就不要让。哦，所以你是20岁才见到爸爸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要成年的时候，我就跟妈妈说，哎，我想要知道有这个人，然后想要看看他是谁，就是跟我妈妈还保证说，我保证我不会，就是要回他身边这样子，就是我。所以妈妈没有安全感的。妈妈比较没有安全感。那后来妈妈释怀吗？妈妈 OK， 就是有带我去找他。那爸爸这20年没见到他，你应该是非常想念他。但男生比较不太会表现这种事，通常会这样。爸爸比较铁面，可是他心很柔软。但是你要放心，男人还是有柔软的一面。我有感觉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要就是趁这个机会，慢慢的就是跟他靠近。那应该跟让爸爸来讲，爸爸这20年，你无时无刻都在想念这个女儿吗？对，这个讲起来要很长啊。对对对，虽然但是呢。是想他了，想他，但是因为有很多就是在法律上还有，所以都不能。哎，对，虽然不能见爸爸，但是20年你可以常见阿嬷吗？有吗？奶奶好像医生也很小的时候，就做了朋友。他就是念大学以前就回。常常回来，念大学常常回来。那我也非常好奇，就是说他刚刚说20年没有碰到面，第一次才看到。对。那你看到爸爸的第一个感觉，那个时候是什么？就觉得哦，这个人就是我的爸爸，我很开心，很感动。对，其实他讲起来非常陌生呢。哎，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可能对对对，但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，我现在想起来也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怎么会在那个时候想要提出这个要求，跟妈妈说，哎，我想要去找爸爸这样。所以我想说，在我就是有机会有这个缘分，再好好继续孝顺他们。啊，非常好。来跟爸爸抱一下吧，抱一下。啊。来跟有跟阿嬷抱一下吗？有，我刚刚记得吗？有跟姑姑抱一下吗？姑姑，没有，我姑姑也是，就是把我当那个姐妹一样，我们常常会聊天。我对对对对，跟姑姑抱一下嘛。哎，有没有跟邻居的阿伯抱一下？阿伯在哪里？邻居的阿伯，哪有阿伯了？你他们的邻居阿伯啊？你是邻居阿伯啊？不用啊。
时候就是阿贝了。这一招好像上次是不是有用过？有吗？有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人家二叔公来抱抱抱，后来又抱抱你。而且也要谢谢瓜哥来，是都照顾我。啊，没有，唱这个路就唱。是这样。心。对对，妈妈很客气啊，妈很客气的，一直说谢谢我们照顾，嘉伟也照顾我们。是是。那今天是今天会来。阿翔跟哎呦，高中女友。郭宗佑，阿翔，郭宗佑，郭宗佑，谢谢。哎，坐，不要用。我们要抱一个是不是？等一下找阿翔、郭宗佑一起拍照了。我想说下一个。是啊是啊。那个今天爸爸会来，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刚好他生日。哎呦，今天是你生日。今天。哇，这么凑巧，这么刚好。对，就刚好。没办法回家，所以。我只能祝福他平安健康，然后送他一个小礼物。哎呀，小礼物！25岁了哈，啊，年轻啊，年轻，年轻，没有蜡烛是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。对，所以刚刚有，那还讲25岁还讲出来啊？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等，嘉伟很感动，嘉伟很感动。我觉得就是我很感动的地方，是因为我今年35岁了。我不排斥别人说我的年纪了，但我觉得在这个最好的年纪，就是。就是我跟爸爸就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想要靠近对方，可是因为他就是比较传统家庭的孩子嘛，那跟我一样，我小时候也是打骂长大，所以我们都比较不懂得言语的温暖。然后但我都知道爸爸也很想要靠近我，他也很想要好好的疼我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主动的去出击，但爸爸就都有接受，很开心。对，就希望我们要越来越好，我真的还是很开心，终于有爸爸，好感性，我这个有爸妈。其实对我想，相信不容易，但是这势必一定得去做，得去面对的。对，亲情最重要，祝福最重要了，祝福。来，你可以切蛋糕了。切蛋糕，先许愿啊！先许愿啊！我希望那个综艺大集合能够收视长虹。大家都身体很健康很重要，在这个疫情过去的期间，大家都还是非常的恐惧。你刀子，小心，对，大家还是会有点小小的恐慌，怕就是还会有疫情，但所以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等，不是只有一个蛋糕，还有另外一个蛋糕，怎么那么多？还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怎么那么多？生日快乐。这位是铁粉，阿妈说，这个人这是谁？这个是，这是住在屏东嘛？哈，不是，我住台南，从台南来，对，从台南特别来的。他已经第三次，他前面第五次了，前面我们去那个田中啊，都有跟，大家都有跟，有，其实知道。那有什么话要跟今天寿星讲？祝他生日快乐。好，那就切蛋糕。阿妈会担心你孙女的婚事吗？有什么？有啊！你希望他赶快嫁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不是，他是怕我遇到不好的。他每次打电话给我，他第一个都会问我说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？其实啊，他是谁？其实他已经交男朋友了。你是不知道呀？他男朋友我们今天也请到现场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是她的男朋友了，你看，第一次见，每一颗都是手工包的，哇，好有心，满满的爱心，这个是
什么你们交往多久了？你们这个做弄多久了？多久？这个是80年老店，在地80年老店。80年不是馄饨，80年。不是，你怎么？你怎么把自己画像弄到上面？对，哎，画像是画像。我是见到他是男朋友，你好像脸色不是很好看。对啊，他是想说到时候提亲的时候可以用馄饨来提吗？有中没有关系？有中医哦。没中医，没中医，还有双眼中医中。哦，他说啊，没有什么中不中医啊，那么年轻自己弄就好了。年轻人自己弄啊，这些吗？没有，他还有第二号，还有第二号男朋友，还有啊，这个史诗背景还有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好，来，停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应该是毛豆吧？毛豆了啊！你意思讲阿妈吃毛豆吗？有，喜欢毛豆。哎，大姑姑常常都会买。哦，姑姑常常会弄啊，因为你的孙女很孝顺呐，她想说这个如果不行，还有第二号你喜欢哪？你选哪？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啦。这两个你喜欢哪一个？哦，大。还有第三个。不是。等一下，你要听阿妈讲啊！唔免挨我嫁，阿是你给我嫁。他说：“阿给中医就好。”不是我要嫁，是我孙女要嫁。你不要问我意见，只要我孙女中意就好。反正我这两个都不喜欢就对了。那就是不喜欢了。那还要再找才行啊！第三个。他下冰晶了，这是冰晶了。这个一丢是一百万，几秒总共五丢，500万唔知你有会当答应呢？啊，我不要。妈讲，不要把他逼疯了啊！我没有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，做阿公阿妈的。爸爸妈妈都没有这个意见，只有这个，没有，只要这个钱够就好。钱也没有关系，对对，不是钱都开玩笑，不是钱的问题啊，阿妈，不是钱的问题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妈，你等等，我问爸爸，妈妈有没有量血压？她会不会突然飙高？不会，很正常。哎，对，而且，嘉伟你是怎么教的？我有三个身形都差不多。没有，因为没有，都不错做的。难怪他不太喜欢我，因为我太瘦了。你是最棒的。相较之下，哎，等一下啦，怎么讲？哎，奶奶那个红包先还人家，阿珍拿得太紧。哎，对，阿妈，你好像没有要还的意思哦。你拿着有什么关系？老人家，你真不懂孝道，对不对？我们贴都要贴出来给他。我再给你啦，你等阿妈，等一下。阿妈，你说没关系，反正呢，他结婚是他嘛，你说就好了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没介绍，一个是刚刚是馄饨嘛，对对对，赵什么什么，您贵姓？姓赵，姓朱啊，赵，赵，对不起，没有写赵少山，好，赵，好，那那中间这位毛豆先生，你姓毛的？姓许，许毛豆先生，许毛豆先生，通讯行的，通讯行的，通讯，红包大哥，等一下，通讯行为什么拿毛豆出来？他总不能送手机，他就想说先拿个礼物。那么第二，听你这说了啊，是中的这个给做数据的啦。啊，那得中听你这说了。啊，没说了，孙女婿的啊。孙女，说了是女婿的。哦，女婿。这个刚刚是把我叫出去了吗？没有啦，就三个。还在议价。红包大哥还没介绍。红包大哥，我是屏东长兴国际汽车。哦，要唐三赢就直接哈赶你，还赶你。我跟阿嬷说，听他的音调就知道是客家人。哇，亲切了，哈赶你。那就这一位好不好？你看怎么样？你好，有妈妈说这个又不是我要嫁你，一直推荐你。是，哎，你请你做什么行业？就我们是卖那个进口车。有车又有红包的，有钱人啊！有钱啊！还有带钱吗？毛豆大哥来了，毛豆大哥。
也把现场搞得好像拍卖大会，你有尊重人家爸爸的意见呢？啊，爸爸您，爸你快点说话。爸爸，你如果女儿，你会担心说什么？不是，爸爸问你，爸爸问你，说你会担心女儿的婚事吗？我不担心。他很工作第一，他很工作狂哎。跟奶奶一样，就顺其他们自己喜欢就好，顺其自然。但是呢，就是自己作业自己要担啊。各郎责任，各郎担。哪有？爸爸之前明明就说，哦，你要是有男朋友的话，先带回来跟我喝高粱。哦，要了。对，您事业心太重。那我们认识的嘉伟事业心很重，而且一直在谈论工作，很敬业。他每次下班呢，都会来烦我说，我今天主持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很努力啊，从来没有谈到这个感情的问题啊。所以爸爸妈妈做长辈会担心嘛。啊，今天阿妈虽然收聘金，但没有答应哦哈。哎，我们只是收而已哦。答应。那可以再多收一点。来，阿妈你就收起来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不好意思吧。没关系，你就说这个老人年龄也要87了。87岁了，他们给不起，我给啊。这是谁的？他汽车大哥，汽车大哥跟毛豆大哥。你会给的很痛苦吗？不会。好，谢谢，就替我们，他替我们孝敬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。包哥的红包啊？怎么？你的红包？包哥的，你要换过来的。你刚才说要？不是啊，他已经有人孝敬，没有人我给没关系，已经有人给了嘛。我现在给是不是侮辱你了？啊，是。对，你这样子不会不好意思吗？不是，我给了就侮辱人家，何必再侮辱人家？所以你不会不好意思？啊，不会。那来，谢谢阿嬷哈，谢谢。不是啊，我们是有什么奖金还没送吗？哎，都弄完了，都弄完了，都弄完，你拿出来干什么？阿妈，谢谢啊，大家生日快乐啊，一家幸福快乐。三个要讲的，对，你刚刚要讲什么？你还没讲吗？有，讲完了，讲完了吗？都花5000块，只讲那么短。不好意思，对，没跟，那你海洋通讯的吗？通讯还要讲，还要讲吗？不，他只出劳动，没有出劳动，没有讲。来，继续送幸福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九如一家专业泰国虾养殖地，不仅是全台唯一无毒泰国虾，还有用自家益生菌再搭配独家的海水 SPA 过滤，养殖自产自销的鲜捞泉水虾。品尝美食前，我们先欢迎苹果家族舞团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。来，飞天小苹果，呀！哇，好可爱！我等。好会跳哦！来，
家族里面的第一批小苹果。苹果家族在这边其实非常的有名，非常有名。对，因为像他们都从小训练，那有些韩国的那个星探呢，看到他们就会把他们找去当韩国的。他们的训练真是哇，目瞪口呆。从这边开始自我介绍，拿麦克风递给他们，你先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金恩，我今年九岁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希，今年八岁。九岁八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宇，今年七岁。林宇啊，七岁，九八七六岁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宇，我今年八岁。大家好，我叫雨薇，我今年七岁。大家好，我叫玉芬，我今年八岁。大家好，我叫鹏鹏，我今年八岁。大家好，我叫雨杰，我今年七岁。大家好，我叫瑞秋，今年七岁。你们都跳多久？几年了？你现在九岁嘛？你几岁开始跳？忘记了。我想这个事还是要问老师好了。老师在，老师又来吗？哦，老师，老师你好。老师长得好像 Kimiko 啊。那老师他们到底学多久这些？他们通常现在大概是2到3年。平均呢？对，平均2到3年。对，都4、5岁就开始。5岁。那你收学生有没有什么限制？就年龄不能太小？一定不能太小，一定要5岁。嗯，才。因为我们是正统的街舞教育，对，所以没有跟他们玩什么儿童律动啊，什么没有。直接来了。直接教 K-pop， 直接教 Dancehall， 直接教 Hip-hop， 就是完全走欧美派的，越来越精致，力道很强，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一定要有力，所以我们也会做体能。对，从小也会做体能，所以他们将来下一代会更精进。我们也谢谢老师，在我们有疫情期间呢，哎，也曾经带团呢，协助。对，到我们棚内啊，我那些都不是这一票小朋友，现在都已经大了1、2岁。对，他们的学妹了。那他们练什么那些？练别的，有的已经到奥运积分赛啊什么。哇！我们这次青少年冠军也是我们苹果家族。哎呀，师资优秀了。那老师，我想问你们，有特别训练他们什么镜头表演吗？因为其实一般的小朋友，我们在访问他们，可能会转过来看我们，是洗脑，但他们全部都面对镜头，因为他们很常表演，我们教室也常常办发表会，所以他们已经蛮习惯，而且前面有相机在拍的。对，而且我们很喜欢拍 MV， 我们每次就会拍。已经很习惯了，他们拍的都很有韩国啊，镜头很多，镜头像刚才我们是立斜边的嘛，然后其实摄影机往正面，他们整个就马上对镜头。你看啊，我们那个再多量一点，对，转，你看，哎，他们自己的，他们没动他们哦，他们很奇怪，我们没动他们哦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等一下，你是在训练狗狗还是？玩小朋友，不要玩，要找到专业的，专业，他们颜值都这么高，而且你选人就已经开始学了。其实我真心觉得小朋友跳舞就会变很漂亮，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，真的，然后又有活力。我刚刚讲说，哎，这个老师可妈是第一个先长相不合格就淘汰了吧？没有，真的是跳舞就会变漂亮，每个都这么漂亮，真的。你看每个30学的。拿镜头来，你进来。刚好一个小朋友的姐姐，她今天为什么没跳？她等一下要跳下一场的表演。哦，她不是这一团的，她是另外一团。她不是这一团，我随便找一个颜值的，你看。而且她也面对镜头了，各位，我很会选。没有动她，没有动她，都不用动她。不用讲。很漂亮哎。你会跳吗？瘦了一下。她比较新生，她比较新，但是她是姐姐。哦 ，OK， 长得好漂亮啊。真的是，你看看我们长，也很漂亮。也很漂亮。我小时候还不错啦。小时候也好看。你是看我们看久看腻了啦。啊，没有，你也很漂亮。那这样，小朋友，谢谢老师啊。老师，还没请教大名是 Apple 老师。他就哦，你们苹果家族全部都要叫 Apple， 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就是刚好我的名字就是 Apple 老师开的苹果的苹，所以就是创始人。我是创始人。哪一个创办人啊？哎呀，创办人啊！来，我们跟小朋友一起来赚奖金好了。好，想一个游戏，谁最狡猾？参赛者必须站在涂满婴儿油及肥皂水的充气垫上跳绳，成功跳跃的次数最高者即可获得幸福奖金。啊，跳好哎！真的好滑，真的。哎，小心啊！哎，谁最狡猾？最稳的。一，高啊，不飘。你不用看。
两个女生，不用跳那么高了。好，准备，跳跳跳。好，一，等一下，怎么这么高？怎么摔得这么美了？太滑了啦！哇，是啊。哎，我们没有啊！哦，练过了，练过了，练过了。哇！等等，姐姐练过的哦，姐姐练过的。哎，可以了，下来了。啊，亚米亚米，有有有，你也没有白跳，我们把你记录下来。你刚刚跳了一下，记录下。哎，新恩好像是第一次，应该是新恩来跳吗？应该是他。哎呦哎呦，哇！看前面啊，预备，谁最狡猾？来，蛮稳的哦。哎，跳好哎。哎呦，二三。最长高几下？五下，好，五下，过来还是要五下。行，接下来参赛者没有你高，你就是冠军。你五下哦，这位，这位是爸爸。爸爸，什么爸爸？你哪个是你女儿？这位，这位。啊，这个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会动吗？你说绑这种像母羊做的？母羊阔鱼头。啊，这个叫阔鱼头啊。哎，以前常常用绑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会绑。这你你有几个小孩？一个小孩，一个小孩，这个哎，就这个小孩，他是自己掉下还是摔断的？前面自己摔断的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是自己掉的，他是自己摔断。这个年纪差不多是掉牙换牙的时间了，差不多这个时间是。那你会不会担心爸爸玩这个牙齿会掉？不会，不会啊。啊，你觉得爸爸会跳几下？五下。五下，你起码要跳个六下，再跑，再跑，他很看不看你薄。你从事什么工作？防重业。哦，防重的都很厉害。上次也是嘛。最近防重业称霸天下。好，来请就位。最近两个游戏冠军都由防重业拿。爸爸加油，去帮爸爸，帮爸爸加油啊！来，大声喊。加油。爸爸加油了，预备。谁最狡猾？来。很花，真的很花。那个也不用跳那么高嘛，好来，对啊，预备，有过就好了。七下，不对，来来来来，七下已经目前是冠军了，目前冠军哦。对对对，如果没人超越过你，你就是冠军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。那这位是啊，另外一位也是爸爸，哦，爸爸，你也是爸爸，男一男二，好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小朋友都有像啊，你几个小孩？一个。对。那当初怎么想送到去学？是他要求还是你？为了帮爸爸圆梦。哦。因为爸爸以前也是跳舞。真的。对。就是因为他喜欢韩团。哦。跳街舞。你跳街舞？跳 New Jazz。哦。New Jazz。对。那因为爸爸没有办法圆明星这个梦。哦。对。交给女儿。对，交给女儿。那他要有兴趣才行。他很有兴趣。哦。对。叫他不要跳，他都不肯。而且还有遗传呐。有的那个舞蹈。没有韵律系，对对对，有这个细胞是最重要的。是，那你希望爸爸几下？八下。十下。好，给你目标。平常都是爸爸要求女儿，现在女儿要求。我觉得他有胜算，因为他跳 New Jazz， 有很多旋转的东西。哦。那我压力可大了。对。爸爸，请就位。好，加油啊！谁卡谁卡。先就脚吗？你可以不用跳太快，来，有过就好。一、二、哎呦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十、十、一、十、正面叠。New Jazz， 果然 New Jazz， New Jazz， 十一下有，跳很快哎。他目前是冠军，这个速度这样很厉害，对对对，爸爸厉不厉害？厉害！11下，我们现在颁奖了啦。这里泰国虾是很厉害的，所以那个泰国虾的餐厅在这里啊。对对对，我们特别请到泰国虾老板，还借场地给我们。好，陈怡如、陈怡桦，萨瓦迪卡。为什么这里泰国虾这么厉害啊？我们这边有很有名的高速泰山泉水，然后用这个水脉养的虾子，那个水源特别好，而且空气很好，
所以泰国虾特别的肥美。现在有点饿了，哇，讲到都饿了，好多口味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药膳地狱。对，这是我们开发的泰国虾料理包。哎呦，啊，我们家虾子比较特别，是它有经过SPA。对，所以你要做的包装一定要是急速冷冻嘛？对，急速冷冻才能够，然后真空包装啊，对，然后要送给观众，这是我们要送给观众的那个冷冻包装，哦，冷冻包装，一次两组，哎，要上网啊，哦，要关心我们节目的界，对，待会我们就要去餐厅享受一下。哇，那谢谢你们的加码，我们来颁奖给我们的学生家长，哎，冠军爸爸，冠军爸爸，爸爸。跳的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补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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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一下。我们这边还有那个，谢谢老板了，还有阿姨，哦，老板，哦，我们还有阿姨，对对对对对，总共6000块要颁给这个家长，来，请进，恭喜爸爸，恭喜恭喜，开不开心？开心啊，开心啊，欢迎拿奖金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是。动作比较像妈妈是吧？收回就给你。来，谢谢哦。那我们也要颁奖，颁一点奖金给我们小朋友。小朋友刚刚表演的非常精彩，跳这么好，太棒了，太专业。老板娘不要走啊，但要煮料理啊哈。他要去煮，要去煮，去准备的啊。小朋友，你们表现得很好啊。恭喜恭喜！你们团长有队长吗？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帮忙领一下。队长，好，来，请来。飞天小苹果，一个舞蹈来领奖金啊！收了一下，颁奖。颁奖的时候有个表动作嘛？泰国家料理的那个，吃起来。什么叫土豪料理？哇塞，这个以前只看网络，人家一锅一锅，我们现在的。哎，这有名字吧？对，这一桶鲜，一桶鲜，这个巨无霸海景米粉汤。等等，快手来，快手来了，快手来了。这里面也可以加虾丸，怎么？虾饺可以。而且米粉吃完还可以继续加哦，它里面还有鱼，现在我们还没煮米粉哦，还有鱼肉，那边有咸肉，这些我们放到心中啦 ，yummy yummy， 它还可以加很多东西，是，对，只是基本款是这样，几人份啊？大概是8到10人份的量，哇。还有一个特别的口味是这个经典虾，经典虾很特别，是它不用剥壳，它是软壳的，对，你现在整只是不用剥壳的虾子，那你可以吃。哎呦，好辣耶！直接吃。你从一开始咬头，你会太习惯从头开始，对不对？从头哎，咬针很脆吼，很脆啊，是吗？它是软壳。哦，牙膏吗？不要浪费，哎，所以从头吃到尾，从头吃到尾，好厉害，有这样子，难道拿麦克风没事啊？哦，对对对对。但是我们一般会喜欢吃胡椒虾，胡椒虾试试看。我们胡椒虾是用中药等级的胡椒粉下去做的，因为这里全台湾80%都长这个。这个是池泉大骨虾面锅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这个里面，你的药材，这是鳖哦。对，这是鳖。啊，拍戏。真的憋很久了，憋很久了，憋不住。哎呦，扎扎实实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浓啊！真的，这个中药材的汤头是甜的，感觉很好啊。这个汤头太棒了，我讲手脚寒的，你要吃吃看。要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个很多人宅配回去吃啊，真的。这么方便，过年很多人宅配回去。今天我们介绍了那么多啊，哎，一个海鲜料理，哎，屏东的一个好地方。对的，谢谢我们今天老板，谢谢。我们要准备很多礼盒要送给大家，有上有啊，比如说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锁住名字，送到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今天参赛同学还有加码好礼，送给大家宜兰鹤地法庄园贵宾券哦。综艺大集合。